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挖了哈。拉网全静音哈。看一下这个出网的速度啊，三米高的大网，好，现在你看一下，现在基本上就拉完了啊。OK。拉完之后啊，我们遥控器啊一键解钩就好了。啊，比方说我们现在拉完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把遥控船开回来啊。回来的时候呢，稍微注意一下，不要尽量不要缠到渔网了，因为这个渔网啊，刚下上去的话，它没有那么快就沉到水里去了。回来的时候避开刚下的渔网，等一下它沉下去的话就可以从这里上面过去了。 OK， 好，看一下啊，全船不锈钢啊。